Eli.罗董事长，啊，各在座各位大家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新酒店的董事。我知影平常时啊，大家拢足无闲的，嘛知影拄好今日罗董事长又要请各位来个吃，我想讲趁这机会，甲大家见一下面，顺便认识一下。啊，你若是有话要向大家讲，可无方便我听到，我个，我暂时离开啊。无需要，无需要。罗董事长，我顶多希望你会当留在遮，因为有一寡代志，咱会当做伙参详。我顺便替各位介绍一下，边仔这位是我的查某囝，伊叫张丽文，嘛是世界集团其中一个董事。伊之前在美国读册，真有能力。各位董事好，我叫张丽文，未来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我知影江有礼这个名一出现，对一挂人来讲是一个麻烦，甚至唔知安怎面对。因为不管怎讲，之前我确实记录无好，嘛坐过家。啊，不过想叫我是一个这么高赚钱的企业家，是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生意人。哦，你唔过认为企业家，唔那是哦，一张一步尔。而且我合法经营，上重要的是啊，要担起社会责任的。我记得较早就是靠着吸金诈骗，才发展出老鼠的王国，看不起。所以，若是照杜董事长安尼讲，进前用无正当的方式并购，甚至把手存入去银行法内面，最后佫用无正当的手段，把对方的公司接落来。刚刚就是你所讲的企业家，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董事拢知影，做生意加减需要一寡手段。我承认，之前我做唔到代志，我嘛有去责任，去接受法律的制裁啊。我即马只是一个单纯的投资者，啊，不过我知影，从世界集团开始经营了后。但年拢得了钱，各位，看到这款状况，刚讲恁讲要去点点，动作也无看到。因为是，即摆在座各位摕到这份资料，是世界集团内部的财务资料。我发现，世界百货甲进前的天虹百货，不管是利润，也够营业额比起来。拢减少真济，更加卖讲最近受到社会大众注意的养生村开发计划，早就应该在半年进行动工。而且，这养生村一半的股份，拢予蔡氏营造提起，诸多款，即马嘛在影响，这款的结果，敢是大家会当接受的？虽然刚蛋讲的是事实啊，不过养生村已经动工啊，世界百货养者嘛，如何如何呢？好，那呢，咱讲到东区迄700坪的土地开发案，设计图早就应该在半年之前完工，而且这中间还发生公安意外，虽然暂时是无代志啊，啊，不过对于世界集团的名声，早就已经引起着真大影响了。这一次，拢是陈玄变出来，大家敢知啊？以前陈玄只嘛，已经两块啊。大家应该是识陈玄英对不？伊是啥？伊是张志成的太太，是张家人呢。我讲一句公道话，这就表示讲张家无这财条嘛。咱拢是投资者，嘛是董事，咱拢希望公司会当赚钱。啊，既然张家无在调，安尼真简单，解决的办法就是换人做看卖。哎，这我赞成哦。无得看哦，这一切哦，拢是因张家的人哦，自导自演啦，安尼掏空公司的资产啦。齐大，你实在我这么久啊，应该先讲说，我讲客袂做人啊。哦，迄真歹讲哦，迄人拢是有私心的。
这么大的利益放在你的头前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你想法都有可能改变，敢不是？哼，真正问题人陈雪，在座各位，敢讲会唔知影啊？嘛都是因为安尼，我唔知个叫来啊。真正原因我是唔知影。对的，你甲丢个五万元，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我只是一个投资者，我跟他烦恼的是，我是不是当赚钱啊？虽然即马陈雪英已经互人掠去关，啊，不过敢有人会当保证讲，伊袂因为用精神耗弱的这个原因，互人放出来？我即马是伫烦恼，伊若是互人放出来，若果再次造成公安意外，到时阵公司还是需要有人出来向社会大众负责，敢不是？所以各位当事，您刚希望我看到世界集团我出代志就新闻。我只要想到顶回陈雪英母的代志，我到今嘛搁比比错呢。我认为要让所有一切拢得去专业，卖让家人事影响到公司。瑞德伊真正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要无我讲到底，伊也是中介的人，我认为无适应。当时听，今嘛变种，我要变啊，话说白说。真正就歹势，叫大家用餐，我今日话就讲阿只。我真正希望大家当支持我做世界集团的当处长，我相信，国较好的未来，绝对伫世界集团。我先告辞。瑞德啊，啊你讲嘞，我今麦是变那替你讲话啦。大家认识我，这一天两天的代志啊，我的能力够高位，我相信大家拢真清楚。本来江有理啊，动车时有银行法修正，伊在天皇都要破产啦，伊都乌亏啦，我跟你兄弟跳嘞。参详这种人品，何以做当处长？你真够死啊！刚刚你拢袂惊？无错，哦，他向要骗。各位当事，我知影伫这个所在，我不应该插嘴。啊，不过我是魏天宏司机，还佮即卖老员工。这一路上，虾米人是真心为着公司好，我真清楚。我希望大家会当支持即卖当事长留落来。伊绝对带领世界集团创造奇迹。来，我跟大家。